好，我们来看看昨天晚上突发的这个地震的消息，就是在2020年11月16日晚上21点44分33秒左右，在内蒙古包头市济源区发生了3.8级的地震。地震发生的位置是在纬度40.67度，经度是110.1度，深度是22公里，震级为3.8级。现在看到现场画面的事发的时候呢，有学校的这个不少学生正在上这个晚自习课，然后突然这个地震就发生了，整个教室教学楼都在摇动了，然后这些学生呢就迅速爬到桌子底下或者转移到这个教室以外的地方，然后有不少小区的这个人们正在准备睡觉的时候也去化解突发的这个地震。很多小区的这个人们呢，就尽快转移到这个小区楼下来。所以遇到这个地震突发的时候，应该尽快转移到安全位置，不要在这个屋内待住了，尽快转移到这个室外空旷的位置来。现在看到有人有些学生，你看只穿了一条内裤就跑出来了，外衣都没穿就直接跑出来了。所以遇到地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了。